好迎收听今晚嘅动漫无双啦，记住我咧主持有马二啦，河马仔啦，咁今日有两位嘉宾喎，好猛呢个嘉宾嚟，猛人啦，两位自己介绍先啦。我系嘉宾嘅嘉宾子爷，咁点解我系俾咩人请翻嚟嘅？咁就系、之前嘅 partner 啦。系啊，子爷成日喺大嘅动漫节目嘅 partner， 我呢个仔。但其實我今日唔出聲嘅 ，Hello， 拜拜。出聲啦，大佬。好啦，即係今日係 crossover 嘅，大家都知啊。好啦，咁請咗萬嚟做咩呢？大家都知道香港你每逢冬夏涼，為咗一啲好特別嘅節目啦。就係、是、我哋呢個偉大嘅同人展銷活動，咁包括打耳熟能詳嘅 Comic World 啦，同埋 Rainbow Gala 呢啲就比較大，都有一啲細嗰啲秋季啊、城大嗰啲，咁就都有嘅，就細啲規模少啲嘅就，咁大家都會成日參觀慣嘅啦，即係去慣嘅啦就。好啦，我哋要跳出香港，放眼世界啊！唔使太高大，我哋睇亞洲區定係其他地區嘅同人節活動會有點嘅咧？香即係大家都知道成日都鬧啊，先 Comic World 做得咁差 ，Rainbow Gala 做得咁曳啊！睇嚟我哋比較外國嘅同人展，再睇下香港嘅同人展，比較下邊啲好，邊啲壞，令到大家心中有數啦，就係、是、上雖然啦，我自己咧就因為喺網上睇過，譬如嗰啲芬蘭嘅動漫展啦，咁我哋今日唔止同人展嘅動漫展，好多靚女嘅，都有咁啊，芬蘭都有動漫展嘅，原來大家都知道，咁當然我哋就冇無緣去到咁遠啦，見聖誕老人啦，咁結果咧我哋就圍繞，咁我哋圍繞就圍繞嗱。亞洲啦，咁當然亞洲就即係首先第一站啦，當然就未飛去到日本住，因為我哋就盡量唔講日本咧，日本太多人都日本太大啦。咁我哋咧就不如輕輕地去下台灣先啦。咁 Marco 兄，咁我交俾你先嚟。台灣又即係大家都好耳熟能詳啊 ，FF 啊嗰啲。用斯德 T 啊。台灣主要係其實幾個展嘅，就 FF、PF 同埋斯德 T， 有個 GJ 嘅。新嘅喎，個呢個係咪啊？新少搞十屆到嘅。咁就主要就如果你係台灣就係 FF 咯，為主要最大嘅展銷會，喺台灣嚟講應該係最大嘅。咁我知你補充係咪 ？FF 咧就因為喺台北啊，台大站嗰度直落咁行兩步路就到，又唔係兩步路嘅，因為佢嘅大學都好大間。咁我覺得係一個好完善嘅 event 啦，佢又分兩日，將門票都有分別啊，啲門票都做幾靚，尤其是佢嗰個場行就好誇張啦，自己根本就是一本雜誌嘅，因為佢就係漫畫雜誌啊，讀漫畫雜誌 Frontier 咧，佢主要搞咁啊，所以都叫自己做開拓。咁佢用咗通常都係用台大嘅運動場一邊啦，同埋兩層嘅合員樓，咁當然啦，擺幾 booth 都多，商業咧就梗噶啦。即係我哋平時去 CW 嗰度見親一啲畫得好靚嘅，或者 PCF 到即係攞曬獎嗰啲，都可以喺嗰度望到。俾我嘅感覺咧，佢即使係搞到咁商業都好啦，日收係貴咧。其實我去到買門票，即係開門票係得翻港紙幾錢嘅啫。門票二百二蚊台幣，咁除翻四嘅話，咁就係咯50蚊咯，50零蚊咯。咁嗱50零蚊，你覺得會有本書比較抵啊？但係呢個只係包括一日咯。咁買足兩日就好似唔知咧價錢嘅。喎，香港入場同人節嘅 VIP 飛都要幾啊？都要差幾百蚊。係單日。VIP 你無謂啦，香港嘅展覽，香港展覽得嗰兩層，做咩買同之後先再辣到香港度講？係啦。咁我覺得呢個 event 咧，佢好處係在於咧，台灣人佢好多原創嘢嘅，即係佢哋對於創作度係比較成熟啦。咁而且佢哋本身亦都有龍泉新少年嗰啲去俾佢哋嘅原創漫畫家。咁所以咧，嗰度同人場度原創嘅比率就比較高嘅喎。咦，係㗎，比香港嚟講係比較高少少，又唔係去到好高。創嘅主要都係啲漫畫嚟嘅，係咪？係漫畫，因為尤其是咧，香港都有買一檔嘅就是、FIFA 啦，佢出嘅一啲教國父的神拳啦，或者即係燃燒汽油人啦，同埋一啲歷史一啲人物去惡搞嘅嗰個同人漫畫就比較出名啦，當然就咁喺香港其實呢啲又好似唔係咁出名，即係好唔係咁盛行嘅呢種，但係反而喺台灣就盛行好多。嗱，我就唔其實台灣都未必好盛行，都係小眾。之中佢大概幾屆隔幾屆會有一檔，係啊，有得但係一檔可能有，咁兩檔就有咗啲奇蹟㗎啦。台灣嗰邊就係咪都叫多少少會叫？嗱，咁當然就唔止係 FIFA 嘅檔啦，咁就亦都有好多啲惡搞性質嘅漫畫嘅。咁但我都仍然可以當原創，因為佢都係攞啲 Pokemon 啊啲去攞嚟笑下啫，或者攞啲 Comica 嘅即係 K 島嘅成句咁去笑下。我覺得原創成分都重嘅，至少唔會淨係得例如寶島少年嗰啲咧。
全本嘢我淨係惡搞次元針或者扮次元針嘅風格去畫呢，咁嗰種就當然原創 成分比較低啲啦。而且嗰啲係 keep 住銷量一定超好啊。但嗰成市場又唔係話得返呢啲咁 hit 嘅嘢喺度存在，都可以俾啲人呢畫下台灣歷史啊，即係笑下都好嘛。甚至乎有啲好偏本到不行嘅，就例如我將模型飛機二人化，本身模型飛機喺香港度冇理由玩啦，你玩兩嘢嗰度撞到計屋個招牌啦，或者人哋嗰個傳嗰阻人哋沖涼房啦。咁喺台灣度竟然有佢嘅二人版，我仲要出埋自己隻 figure 添。我好質疑佢點樣可以 sell 到，咁應該 sell 唔到啦。亦都有啲好特別嘅，嗱我唔可以話性癖，因為人哋好純潔嘅。咁不過咧，全部都係獸人啦，獸人嘅 BL 啦，或者獸人嘅女啦嘅本都可以有。嗱，一定唔會係版權物啦，我都未見過。獸人本係一個 topic， 一個係其實一個向嚟嘅，咁好偏方，肯定人哋有呢個興趣，真係。唔係我自己買幾本，我都係知道愛好啫。咁所以話佢哋嘅嘗試呢係非常之廣闊㗎，咁大 event 都有喎，而且佢有好就係話呢，佢係同日呢其實係有唔少嘅大學啊或者一會呢都喺其他地方度同樣都係搞同日搞嘅，咁即係意味住呢你一啲你想去買本嘅話，你嗰日你出去旅遊過多幾個站嘅話就可以買。我不過想問呢，佢台灣個場呢個大細呢同會展個場比較嘅時候係咪即係我今日冇得比，佢係好細嘅，佢係好細嘅。賣氣真係好犀利喎，真係。賣好好賣好好。即係嗰種賣氣係我哋唔能夠喺香港想像到。因為佢賣氣我咁諗啦，即係有啲 friend 有上面即係賣本嘅，即係俾代理賣，佢平均一個展嘅銷售額可以做500本以上。200-300本都平常。係兩個銷售額。而且唔使代理啊，因為我香港人呢佢自行走過去擺檔到呢都係一個恆常事嚟㗎啦，亦都可以確保到呢你喺台灣買完返嚟你寄返嚟香港度賣你都仲有得賺，你仲有得賺。咁好多啲叫做職業畫手嘅更穩食嘅，其實呢類型嘅都好多㗎。係啊，已經係可以佢亦嘅市場成熟到呢可以俾你淨係出同人都得，呢個好似日本嘅，亦都佢哋印刷成本比較低呢，呢個非常之高。好啊，同埋我都想講呢，即係其實佢哋印刷呢有時我識得啲香港畫師啦，咁大家都知有時我同畫師有啲合作，咁佢哋有時都唔係喺香港做影印或者有印刷，佢多數走去日本做印刷，因為佢哋話嗰種效果靚好多。當然啦，台灣嘅畫師其實好多，即係好多方面，佢哋係我覺得係點講，可以有好多方面出路。例如即係都聽過之前新聞啦，希望之翼其實佢嗰時個台灣地下街啦，咁當然呢啲嘢當然大家都知嗰個韓版娘。咁就亦都阿李陽林，你可以即係 hit 到係揾到入邊個聲優，花澤香菜係做配音嘅，而呢樣嘢喺香港係不能想像噶嘛，即係喺香港，你喺香港邊一個同人畫師嘅 figure 係出到嚟係可以揾到日本嘅聲優嚟做咧？你講我實餐館啊？唔係火狗會努力啲嘅。花澤香菜即係你揾到嗰啲咁 hit 嘅真係先嚟做難。香港類似嘅計劃係有過，就朗豪坊嗰隻立體嘅女公仔啦，不過好快就消失咗啦，好快就係啊，朗豪坊嗰個算啦。呢個咧其實有賴於台灣佢本身嘅本土文化咧，佢哋嘅商業嘅鋪頭或者商場形式本身係同動漫畫掛鈎，喂咁要有咁大地方喎，我覺得香港冇就有非戰之罪嚟嘅，香港始終都係細嘛，咁要睇大陸搞唔搞到咯。不過我想奇怪，點解台灣嗰、那個即係咁 accept 呢、這個呢種咁嘅合作模式嘅咁多咧？即係反而我有啲奇怪，因為其中譬如我睇新聞，有時都可能台灣嘅人有時佢哋自己內部都未必咁中意日本動漫或者咁中意動漫，唔高嘅。另一方面，佢哋又可以喺呢個經濟層面上係可以咁多合作咧。我覺得係因為佢哋嘅文化消費嘅模式好成熟啊。佢哋有租書鋪，咁但係佢哋對於買小說喺部火車上面或者地鐵上面睇咧，呢個係行限上市嚟噶。就香港嘅低頭族之前啦，都冇人會揭書噶。所以香港其實比較細，你搭程車通常可能20分鐘到咧。書又睇唔到幾多啦，玩 S 嘅話都可以玩得一輪嘅，可以係。係啊，你台灣你啲高鐵接運啲好長啊，搭幾程啊嘛，好遠，你先有時間可以睇本小説嘅。我台灣生活過一段時間，即係佢坐車最少都係搭巴士的話咧，都2個鐘嘅高鐵啊。台北、台中去台北
你香港兩個都去到深圳啦，已經變成係個劣讀習慣，我覺得係個劣讀習慣嘅問題，一定是文化消費的習慣問題，即係台灣文化係受日本影響呢個關係，即係比較接近日本嗰種，即係好接受日本文化裏面，入度比較高，呢個都係個關鍵。即係之前啊，台灣日本地震跟住三一之後，感謝台灣啦，見到㗎啦，即係台灣日本幾都幾 friend 幾密切，係咁關係其實好曖昧啊。嗱，關係曖昧呢樣嘢就實情嚟嘅。咁不過係咪影響到佢哋消費書咧？我覺得係本身中國人本身就真係好中意睇書。咁呢個當然啦，就到我哋嘅大中共啦，搞完一輪文化大革命之後，咁當然就冇曬睇書嘅習慣啦，書你都夠諗出，冇俾人檢疫幾次都唔得，所以先至令到香港同埋大陸佢冇咗一個買書嘅習慣啫。我覺得呢個係中國人傳統嚟嘅，調翻轉頭。買書習慣，買教科書，買書。係，計正係啊，冇錯。嗰種教文化關係，即係要你教嘢就教重心。其他同學，總之俾重點我啊！我話齋，啲書係咪考試㗎？唔係睇重點㗎，睇都唔睇嘅。即係我要睇重點，即係你哋睇個古仔，你一定要知道佢成個古仔講乜。我睇完作者身主旨內容考試會點出咧？都幾影響到成個動睇動漫啊，或者成係啊，會牽連到㗎。至少你印刷一定會多啲廠去印啊，咁樣亦你都平啲啦，係咪先？喂，同埋台灣咧，我覺得台灣嘅畫師好係我以我認識嚟講係好肯去闖，好肯去闖一啲新市場嘅。即係佢哋會，佢哋唔係話即係太過驚或者咩，佢哋會話乜嘢都去試下，乜嘢都做，好似頭先阿子爺所講咁樣。當然，我會覺得即係成功與否就即係自顧成功自在嘗試啦。咁啊，反而你話我覺得咁樣係一個生機嚟。反而你有時我見到有啲市場係喂越搞越縮，越搞越死嘅嗰場。呢樣嘢反而你睇得多，你可能會擔心。其實你可以咁諗嘅，點解係咁樣咧？因為就台灣佢個同人圈咧，好多商業主導嗰啲公司嘅所謂，其實公司嚟嘅，我覺得係。是一個代理，你已經是一個即係請人去畫啊，或者湊成一本書嘅一個格局。你本身啲做同人嗰啲咧，本身都係接啲日本啲作翻嚟配俾你做，係佢嗰個練習或者嗰啲比較成熟咯。不過我想講，其實呢個現象咧就唔係台灣獨有噶啦，因為對於好多即係遊戲嘅製作成本越嚟越低，咁於是乎喺 PC 或者請外地人去畫嘅話，呢啲機會根本個人都多嘅喎，呢個唔係台灣獨有現象。以前台灣係專幫日本動畫做加工嘅。我以前係，我廢啊嗰段時間。我你唔好忘記咗台灣本身自己都有 game 同原作漫畫，所以佢先有成就。本身佢基礎打得好，可以咁諗嘅，本身基礎打得好。不過我覺得如果講難聽啲，就係話佢有病嘅人唔少啦。呢啲題材一嚟人品爆發都係呢四個字都出到 T 恤嘅，或者一啲咩全員收辱本啊，即係神任結局啊呢咁嘅嘢啊，就係正嘅。我妹嘅全部華人結局喎、啊，呢啲題材係佢本身嘅文化係接受到，或者啲人比較有病啲，即係有巴姆利嘅網上文化入侵。你完之後有華人好正常嘅啫，你以前八大字一百回都冇壞嘅呢樣，其實嗰啲真係係有乜嘢講得好，我嘅情況真係講得好，你又我哋變成咗一個生物教科嘅節目啦，真係好自由意中國搞出嚟講啦，跟住會有 B B 搞出嚟有自由，而家你還原翻即正確嘅物理學知識啫要嗱係啦，呢啲變態嘅有咗呢啲變態題材啊，唔係新史嘅嘢喺台灣度開變成一種買氣咧，呢個都係一個小。主要嘅元素，接受到，我覺得係香港好大喎，喺香港可能會上報紙上新聞。但係當然啦，話俾你聽先，即係一樣嘢，台灣嘅動漫界亦都曾經咧，我又覺得一樣嘢話，台灣嘅動漫界其實都幾驚傳媒採訪。唔係，因為咁樣，台灣其實都有傳媒，其實但係即係香港咁樣會可能針對動漫嘅，但問題因為台灣佢有實體基礎，佢啲動漫即係遊戲啊、動漫嗰啲，佢真係有實體工業喺度，佢先有資產。但香港你冇嘅就真係同人市場。啊，係孤掌難鳴，即係台灣以前嚟做開嗰啲叫做盜版遊戲嘅啲 CD copy 嗰啲嘢。唔止啊，盜版機啊，電超任博士嘅。盜版九十年代前，香港台灣都係盜版市場嚟㗎啦。其實呢啲由嗰個變出嚟咯，我覺得新成嘅市場，即係自己獨立 game 啊，自己嘅漫畫。即係有個底喺度，至少你玩同人嘅，可能你本身嘅做我行，你收入已經有個保障，你創作都多啲啦，係咯。不過佢都遇到啲文化，之前都講過就係話有一段時間咧，台灣係欠缺好多
自己本土嘅漫畫元素作品。哦、如果睇上個電視添嘅訪問嘅話，而家台灣全部都是日本漫畫、日本動畫，冇曬自己嘅嘢嘅。嗯時期嘅，然後而啱啱開始就話要搞啦，政府開始插手推動翻呢件事咯。政府插手咧，就要睇下即係點樣行啦。即係有時啊，大家都知嘅啫。有時是好是壞，就有個市場發展啦，定係點樣咧？有時可以好大免費，都可以可以好好或者好大鑊都得嘅。咁如果政府插手會正面啲，即係政府又肯定呢樣嘢先至。同埋嗰陣時，我自己喺台灣生活過，就係嗰陣時聽過啲 talk 咧，台灣關於商業啲嘅比較即係。即係政府嗰個問題，即係 game 嗰方面嘅，就話台灣喺 online game 嗰度咧就慢咗，即係行得慢咗就輸咗俾韓國。嗰陣時佢已經係嗰班成班業界已經覺得呢樣嘢應該係比較嚴重嘅。就係佢冇政府支持咯，就因為嗰陣時就好想要政府啲崩水啊，去即係到而家先叫政府開始想發力去搞。難得嗰陣時即係日本又未搞啦，因為日本佢都係覺得自己嗰個交易市場仍然有得搞，咁冇去整個競爭對手啊，咁所以。台灣嗰陣係要同天堂啊啊，我哋冚啊，但係可惜遲咗咯。講點就話台灣嘅資源，所有嘢係比韓國更加優勢嘅。其實佢要搞 online game 係好容易搞得起嘅。對，即係做電腦軟，即係一零件噶嘛。本身台灣嘅主要嘅工業都係好多嗰啲technical 技術嗰啲人係好多嗰陣時係，即係全部都 IT 嘅人好多。可能講完咗，咁但係咧就因為冇咗呢啲 game， 所以連台灣佢對於 game 嘅同人志咧，又未必係咁成熟或者咁多。至少我去嗰啲 event 嘅話咧，主要當然都係以 jump 係啊，或者即係一啲大嘅漫畫、動畫咁嚟做一個題材咯。game 就反而可能仲少過原，會唔會唔會少過原創嘅？咁但係唔係一個好係唔似日本咁樣成為一個主流咯。唔似日本咁樣，嗱東方我唔當係 game 嚟㗎，最緊要東方有文化。台灣 game 到而家其實冇以前咁多原創或者咁多名作，咁你話冇或者啲本事我覺得好正常嘅，又係係第二樣。我覺得以佢比例嚟講怪，因為佢自己都有圈原物。即係你唔知你哋中唔中意啦，但係係啊，連佢哋係親家古劍啊，其他會都有 online game 國立合作做嘅，係唔係即係都親戚啦，咁但係亦都少，竟然係佢有呢種 game 俾咯，但係就冇同日本有，我覺得可能係即係冇市場咯，暫時都係，即係呢樣嘢有啲奇怪啲。不過我覺得佢賣戲咧，即係帶動到好多嘢，因為佢個賣戲真係夠充足咧，有時啲嘢可以冚到一啲譬如較為唔係咁成功嘅創作啦。咁變咗，因為佢賣戲夠咧，人氣夠咧，咁所以有一樣嘢咧，你可以有唔同嘅 approach 去做，或者唔同嘅即係膽量啊，去做其他唔同嘅。所以呢樣嘢咧，我會其實長遠嚟講，我會幾睇好台灣個發展嘅。其實台灣人個變速都好快嘅，佢個動漫市場其實我覺得佢好貼日本㗎，而且其實有時我都唔覺得佢仲比日本更加，有時我覺得同日本係並駕齊驅啲。有啲諗法就係我問過啲，就係台灣賣開本嘅一個問題，就係佢賣戲咧係金字塔嚟嘅，佢越頂就賣得越犀利，可以隨時跌落以上。越底嗰啲就越慘一樣咯，有班好慘嘅存在嘅都有，賣唔到都有。呢個世界一定有㗎啦，呢啲係西瓜靠大邊啲嘅雪球效應係。即係可能佢嗰個金字塔個接受嗰個範圍會比我哋香港多咗多啲咯，即係可能好多可以有金字塔頂裏面分到豬肉咯。喺準備節目嗰陣時咧，佢講到一點係好啱嘅，就係 spin out 嘅嘢，就係佢幫到小説。係啦，因為佢嘅同人小説嘅比率，我覺得一定遠超於香港嘅同人展啦。香港同人展寫嘅人，我相信唔少，但係佢嘅出到嘅本嘅模式一定唔夠台灣咁精彩，佢真係成行都係嘅喎。同你講，我中學寫小説嗰陣時，就係台灣求嗰個網站都好似有十幾間，到而家執雖然執咗有幾間，但剩低大手嘅三四間都在台灣度嘅。香港係一間都冇，啊真係，唔係大家都可以知嘅，即係我哋依家最好嘅照會兜翻嚟香港講一講，但係最好嘅照我哋依家就講下，其實香港嘅同人小説市場同台灣嘅同人小説市場，就算同內地比較咧，都係暗淡嘅，即係我都會講嘅。台灣嗰個前景，我覺得仍然仲有嘅。係國內同埋台灣咧，佢係對小説嘅閱讀嘅人數啊，又真係同文化有關一樣，見係就話佢仍然係有好高嘅接受能力嘅，亦都有好多網路文章，好似似係高登紅 van 咁樣啦，就可以蔓延翻過去出翻本，咁係。
即係至少你自己抌錢落印嘅話，你又覺得唔重皮嘅可以賣到咁樣 OK 咯。而且佢哋嘅精品就唔會係主導嘅。嗱，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精品咧台灣出得超多，不過落曬鋪頭賣。因為賣氣真係好好，咁好嘅話，咁我做咩唔落鋪頭賣呢？於是同人場調翻轉頭就小精品啦。咁講翻精品，精品其實喺同人市場台灣嘅檔，識啲檔咧都有啲係專賣精品，係超多人做。不過係我無謂喺呢度賣，因為我已經有鋪頭賣啦。即係例如嗰啲積田信長嘅牌仔，好靚噶，手機殼、iPhone 殼，佢可以做到一個同人精品。你真係唔可以拜佩服得五體投地。台灣原來有我唔知嘅，其實我哋都有 approach 過，有聽過、聽聞過啦。咁就台灣係有啲大手咧，係其實想喺香港做擺檔，係賣呢種同人物嘅。咁、但係咧，由我度即係我會即係我都有俾意見啊、我都講話第一樣嘢，香港租金真係實在太貴。第二樣嘢，你如果要揀嘅、你唔係一個即係好大型賣嘅，你只可以其實揀咧冇咩揀，揀格仔鋪。咁格仔鋪最大問題係咩呢？你同二十幾個人擺曬喺度，其實啲人係唔會睇嘅。咁第三樣嘢，你如果要買呢，你香港嗰個版權嗰個理念呢、就有時係好歸窄嘅，即係你睇落去可能有時唔知咩事都可以發生嘅。你喺香港就咁啊，所以即係唔係應該係競爭者好大，都會發生國內嘅嘢好多涌入嚟。即係話版權問題，台灣都會發生，但係台灣佢本身台灣本土做噶嘛，佢哋可以 check 到，但香港你堅層國球，你估唔到有。係啦，咁就變咗其實講起上嚟就變咗做多咗幾重嘅難題啊。咁啊，你話當然啦，你話同埋咧就話台灣人嗰個接受程度同香港人接受呢種，譬如我唔講話咩添啦，你都唔講 girl game， 譬如人哋主角嗰啲嘢添啦。咁甚至你話可能普通嗰啲周邊就係動物嘅周邊嘅產品係可以做得到咧、我有懷疑嘅，所以呢樣嘢我會覺得，點解台灣嘅優勢係可以做得到，而香港嘅優勢係我越嚟越睇得大差。你想搞多間台灣都有台灣中文版出啦，雖然去咗 H 版啦，都係，但香港你都係入翻台灣後都係即係每月都有。調翻轉嚟諗，佢個放寬嗰個人嘅思想問題咧，開放啲你覺得？我覺得其實AVG game 嘅精品咧，其實一定係比較窄嘅。點講都唔夠何馬仔所講，就係啲吉祥物嘅公仔啊、箍箱，或者你將 Miku 整成係得意嘅公仔，呢種就賣氣就最大。咁我哋可以真係啱啱好貼合翻去另一個地方喎。我可以過緊個就係專出呢啲得意可愛嘢嘅市場啦，就係、國內啦，可以比較。因為台灣當然啦，都好鍾意整呢咁嘅嘢，嗰種一定賣氣佔最多嘅，唔係都搞開唔到鋪頭添啦。咁就係比較於大陸嚟講，翻大陸嘅超進步神速喎，就精品嚟講。比較台灣大概咁樣講下，中國大陸市場有幾大？